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企业不一定全部都设有网络推广团队，因此 CEO 网站优化工作会外包给专门做 CEO 的公司。 CEO 服务一般包括哪些呢？如何评价一个网站 CEO 的服务效果呢？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 CEO 服务呢？一个新建立的网站想要推广出去，最主要的方法有两种。第一种是付费的百度竞价推广，第二种是 CEO 网站优化。竞价推广简单干脆，就是花钱做排名，让你的网站排到百度前面，花钱越多，自然排名也越靠前。这种方法简单快捷，见效快，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。一旦不再付费做推广，网站排名立刻就会掉下来。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会选择竞价推广和 CEO 一起做，相互补充。网站排在前面是有实力，有价值体现。第二种方法也是我们常说的 CEO 网站优化，即根据百度排名规律优化网站，让网站自然排到前面。这种方法属于细水长流型，见效不一定很快，但却是可持续的。一个网站 80% 的流量来自 SEO， 相对于竞价推广方式， SEO 推广具有高性价比的优势，只需要花费少量的钱就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网站选择这样的推广方法。一、SEO 服务包括哪些？一、搜索引擎 SEO 优化服务。 SEO 服务一般包括网站内容优化、网站的技术完善、符合搜索引擎规则、网站的长尾、品牌关键词排名提升、网站分析、诊断与策略、关键词分析与优化、网站结构分析与优化、用户体验优化、竞争对手研究分析、自然搜索的流量提升和长期保持、网站维护团队的 SEO 能力全面提升等。二、SEO 优化的服务流程。一、对网站进行各项诊断。二、量身定制执行方案和计划。三、对网络维护人员进行培训。四、定期评估 CEO 的效果。五、问题解答与项目管理。六、按进度执行方案计划。二、CEO 网站优化服务方案。一、关键词分析，也叫关键词定位，这是进行 SEO 优化最重要的一环。关键词分析包括关键词关注量分析、竞争对手分析、关键词与网站相关性分析、关键词布置、关键词排名预测。二、网站架构分析，网站结构符合搜索引擎的爬虫喜好，则有利于 SEO 优化。网站架构分析包括剔除网站架构不合理设计、实现树状目录结构、网站导航与链接优化。三、网站目录和页面优化。 SEO 不只是让网站首页在搜索引擎有好的排名，更重要的是让网站的每个页面都带来流量。四、内容发布和链接布置。搜索引擎喜欢有规律的网站内容更新，所以合理安排网站内容发布日程是 SEO 优化的重要技巧之一。链接布置则把整个网站有机地串联起来，让搜索引擎明白每个网页的重要性和关键词。实施的参考是第一点的关键词布置，友情链接战役也是这个时候展开。五、与搜索引擎对话。六、建立网站地图 sitemap， 根据自己的网站结构制作网站地图，让你的网站对搜索引擎更加友好化，让搜索引擎能过 sitemap 就可以访问整个站点上的所有网页和栏目。最好有两套 sitemap， 一套用户方便客户快速查找站点信息 HTML 格式，另一套方便搜索引擎得知网站的更新频率、更新时间、页面权重 XML 格式。所建立的 sitemap 要和你网站的实际情况相符合。七、高质量的友情链接。建立高质量的友情链接对于 SEO 优化来说，可以提高网站 PR 值以及网站的更新率，都是非常关键性的问题。八、网站流量分析。
网站流量分析，从 SEO 结果上指导下一步的 SEO 策略，同时对网站的用户体验优化也有指导意义。流量分析工具，建议采用分析工具 Google Analytics 分析工具和百度统计分析工具。三、如何评价 SEO 服务效果。一、关键词排名。做 SEO 的公司会承诺有多少个关键词有排名，排名是多少，但是还要继续观察这些词的稳定性，偶尔波动很正常，但是波动数量很大，掉下速度很快，那么这些词有可能只是暂时刷上去的。二、搜索引擎索引量和反向链接数，也就是说，一个 SEO 优化好的站，搜索引擎索引量和反向链接数都应该是比原来增加的，当然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。三、网站流量 DoolIP 和 PV， 看流量数量，同时看流量是否稳定，波动幅度是否大。PR 是谷歌公司评估网站好坏的一个标志，可惜现在已经不更新了。如果经过 SEO 优化的网站 PR 由4掉到1的话，那只能表示优化的失败，如果 PR 一直都是0的话，那也表示 SEO 做得不到位，一个网站优化结束 PR 也应该随着增长。五、Alexa 排名和中国网站排名，这个目前很多人不关注，不过这些指标都是应该上升的，如果 Alexa 和中国网站排名都是在下降的话，那么 SEO 效果肯定不是很好。六、搜索引擎流量占总流量的百分比，通过搜索引擎来的流量如果不能够增长的话，也表示本次 SEO 优化失败，当然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如果因为广告带来的流量增加了，那么搜索引擎带来的流量肯定会相应的下降。七、跳出率，如果一个网站的跳出率是 100%， 优化结束后也是 100%，那么表示这次优化很失败，跳出率应该随着 SEO 的优化而逐渐降低，跳出去的访客越少，表示优化的越成功。四、捷腾传媒对选择 SEO 服务的几个建议。一、假如你没有安排专人坚持按照一定的要求更新网站内容， SEO 的效果是不能保持的。有没有成本更低、更快速度完成 Google 排名推广的办法呢？答案是有的。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，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，在同等长尾词条件下，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。有很多朋友会说，拍视频的成本太高，海量生成不现实，所以今天推荐一款 SEO 神器给大家 ,Cat Video。采用 AI 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，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，帮你捕获精准客户。